认真加班反招阴魂。怎么他会出现在这里？然后那个女生看到他之后，对他微微笑说：“在加班啊。”抬头一看，这个女人的头已经整个被压平。一解剖啊，里面的五脏六腑啊，几乎是被揉碎的状况。你细看，里面是一个被砸的后脑勺。